近年好多汽车经销商会提供一啲供款年期好长嘅贷款方式俾消费者去购买汽车，对消费者嚟讲，表面好似好吸引，好多人都会觉得自己可以负担得起，甚至会吸引到消费者购买比原本自己预算更昂贵嘅汽车。不过有调查就发现呢种商业策略存在好大问题，部分消费者更因此陷入沉重嘅债务负担。星期一晚10点嘅26分钟见证实录会同大家去了解。